观众收看需求，二转总动员转迷自拍秀活动期间，节目播出内容全新调整。从3月15号开始，星期一播出二转总动员巡回演唱会，星期二、星期三转迷自拍秀之云海选第六届二转大赛，星期四转迷自拍秀之云点播第六届二转大赛，星期五转迷自拍秀之云搭档第六届二转大赛，星期六、星期日名师高徒，更新颖的内容，更精彩的节目，每晚17:50等你来看。云海选比赛规则，选手通过自拍视频依次进行小帽正戏的展示，有两位评委老师分别进行点评并投票，两位评委都选择通过，则该选手云海选通过，若有一位评委给出待定，则该选手云海选成绩为待定。大家好，各位评委好，我们住在翼城县大武山镇，我叫王雅芬，今年59岁。大家好，评委老师好，我住在翼城县大武山，我今年57岁，我的名字叫朱树珍。现在也不能乱走，我们在家就可以参加二转总动员这个栏目，我们姐俩得唱一段二人转，请老师多多指点。接下来咱姐俩给大家唱一段二人转，西厢光花吧。对，在家里吧，有没有麦克风，有没有音响，咱哪一家拿一个遥控器，拿条毛巾，眼睛在浪边，对，要我儿媳妇那给咱俩伴奏。杜老师请。两个人的声音特别的好，洪亮，而且我觉得在唱腔的透字上，包括行腔上，还是非常准确的，就是觉得在韵味上再稍稍的加工一点，挺好的。我们的好看的姊妹花，给你们俩一次机会突破。你们俩唱西厢观花很有特点，全家人总动员，连弹琴的都是自己家的人。最有特点的你知道是啥吗？就是你们俩一人拿一条毛巾代替手绢，给你们俩一次机会通过。是王雅芬阿姨还是朱淑珍阿姨？都在跟前呢，都在这呢。都在一起呢。在一起。你好啊，我这里是吉林电视台乡村频道二人转总动员栏目，我问一下，你们之前是不是参加我们的云海选了？对。就是你觉得我们云海选这种参与方式怎么样？参与这个海选，我们姐俩这种心情，这可愿意那什么，就愿意乐，就是这种心情老好了。来吧，我告诉你最后结果啊，恭喜你们通过了。好，谢谢。感谢二段总动员给这个机会，我们今天上班的去一个参与那个总动员那个这个栏目组去唱二段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百文德，我是扶余市更新乡丛林村白小铺屯的农民，我也是呢扶余市精神文明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疫情发生以来啊，全国人民都投入到了抗击疫情工作中，我们呢作为志愿者也要为疫情的防控出一块力。来吧，我带你看看我们村的志愿者。这些啊都是我们村的志愿者。这都是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在这个卡点是坚守岗位。这个是测体温的，每过人都必须得给他们测体温。这些呢是每天测出的数据，到现在为止已经测量的是2987人，劝返是346人，隔离呢是6人，我们村的主动捐款是15000多。这个呢就是我们志愿者啊自发捐款买的消毒液，每天呢为我们村必须去消毒，到现在为止啊，消毒的面积也达到了30万平方米，相当于大型体育场消毒3次。我们这个志愿者啊，当饿的时候啊，只能垫背一口方便面，渴的时候呢，只能喝这个水儿，因为呢，经常在外边也不敢跟那个家人呢，跟孩子老婆去接触的，所以说呀，我们志愿者也是很辛苦的，在这个艰苦里头。听说这个二人转总动员呢，正在弄这个云海选。我呢平时特别喜欢听二人转，也愿意看二人转总动员这个栏目。今天呢我就来展示一下自己，给朋友们唱的正戏呢是水门蓝桥，下面有请我的搭档杨颖闪亮登场。大家好，我叫杨颖，这大清早的呢也没什么事儿，也没什么人，然后呢我们二人给那个各位评委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唱一段，有请乐队老师放。有请乐队老师。有点儿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
韵母还没有行腔没有行好，在编排上，在编排下，我觉得会更好。唱的挺好的啊，而且在疫情期间，你们在这个阶段还关注着我们二人转总动员，特别的感谢你。希望你们保重身体，给你一次机会通过。看到你们这个场景，我很激动，感谢你们作为志愿者对这次疫情做出的贡献，向你们致敬了。水漫蓝桥这一段呢，唱腔似乎缺少点味道，两个人在舞台上真的有点二人转的表演和交流，我感觉会更加的完整，给你们一次机会通过。喂，你好，是百文德吗？对呀，您是哪位？我是吉林电视台二人转总动员栏目的主持人龚海。你好。哎呀，那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云海选结果怎么样啊？太想知道了。那我告诉你吧。你说，我受不了了。受不了。恭喜你通过了。是吗？对呀。哎，老师，您再说一遍。评委老师看了您的视频作品之后，觉得你唱得很好，给了你通过。哎呀，我太好，太高兴，太感谢老师了。哎呀，这我的妈，此时此刻我的心情老激动了，这无法形容啊，太感谢了。二人转总动员，二人转总动员，二人转总动员，转迷自拍秀，转迷自拍秀，转迷自拍秀，云海选，云海选，云海选，等你来唱，等你来唱，快点报名吧。报名电话0431-8581-7133，也可关注节目短视频公号进行报名。二人转总动员，转迷自拍秀，云海选。徐工的爱好就是唱着二人转，请老师多多指点。露水弯呐，唱得特别的好，给你们俩一次机会，通过。云点播，我是吉林的观众，我想点播。我是四平的观众。八戒、狗弟儿，当初我呀，高老庄。云搭档。各种活动随你选，只需手机自拍视频，您就能参加。详情咨询0431-8581-7133。在家看抖音，解锁新技能；在家无聊没事做怎么办？上抖音，轻松 get 在家就能解锁的新技能。打开抖音，搜索不出门指南，点开最上方宣传位看直播，轻松学做美食，学跳舞，学带娃，学高效工作法。赶紧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抖音 APP， 和家人一起玩起来吧。我是演员岳红。我是演员王可希。我是演员郭旺。这次能够在农村生活喜剧《猫冬》里和您见面，真是老高兴了。锁住吉林卫视频道，请你们观看电视剧《猫冬》。农村生活喜剧《猫冬》是一部反映新农村建设题材的电视剧。东北人看东北戏，一定要看农村亲属剧《猫冬》。湘湖厨具雕牌护家，雕牌提醒您收看《猫冬》。Hello， 大家好，我叫张迪，我今年26岁，我来自吉林省公主岭市，我呢也是一个新手奶爸。看，这就是我的儿子，他名叫壮壮，他现在已经13个月了。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没有办法出来工作，但是呢，在家里我也过得很充实。没什么事的时候，我教我儿子很多技能。来，儿子，鼓个掌。来，给他下个腰，让他们看看。下腰，练了吗？踢腿，踢腿，啊，厉害吧？是不是特别的帅？非常荣幸参加这次二人转总动员的云海选。接下来我带来的参赛曲目是《包公赔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爷俩，谢谢。曾记得我在家读书，您老你把我教导言语我还记在心中。你言说天上的星多，月儿不亮，水中这个鱼要是多了，
水浑都不清，朝中要是赃官多了，朝纲大乱呐、啊。朝中这个清官要是多了，黎民太平，是平里最平正，王公犯法与民同。你言说大堂上审不清，叫我去四方，不许大堂上乱动刑。倘若大堂上把行动屈打成招，怎么算重啊？难道说这些话嫂嫂你忘记了？三弟我这点点滴滴记在跑大街中，昨天三弟我出城斩了八员将啊，贪赃卖法国法都不容，难道说咱们该活人家就该死？做官要不正了，怎么能够把民情啊？我的恩嫂啊，唱得特别的好啊，韵味特别的十足，吐字也很清晰。直到现在疫情期间，你在家一直和你的小儿子啊，而且功夫也挺深的，你真是照顾得不错，下药下得也挺好。这个关公赔情唱得也不错，希望你能够培养好的下一代也唱二人转。说包公赔情是很难唱的，但是你的在唱腔的韵律上把握得非常的好，希望你在表演的人物上啊、一招一式上再加油，再唱得非常好，是一个很有实力很有潜力的二人转的演员，给你一次机会，通过。张迪你好，首先祝贺你荣升了奶爸这个职业，还获得了一个小跑跑，祝贺你啊！包公赔情这一段，唱的还算比较完整，但是呢，有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唱腔的力度要加强，二人转红柳子的味道要浓一些，真要是加上点身段，我感觉会更好。给你一次机会，通过。喂，你好，是张迪吗？啊，对。你好，我这里是吉林电视台乡村频道二人转总动员栏目。哎，你好，你好。你的视频我们的评委老师看过之后一致认为你的演唱水平是通过的。哎，太好了，恭喜你可以晋级，可以参加我们接下来的比赛了。啊，谢谢谢谢。哎，太开心了。晚上怎么庆祝一下啊？喝点酒，找这些朋友庆祝一下。喝酒可以啊，自己在家喝得了啊，特殊时期就不要找朋友聚会了。对，好。最佳搭档男嘉宾葛冰挑战擂台，我今天就是奔二人转总动员嘿来的。农民工大哥登台，全村代表陪同参赛。我还有一个大字，我就只鼓励他，让他来。少儿组实力选手回归舞台，获得过我们少儿组的第三名。比赛现场状况不断，好像这里边有点什么事儿。擂主迎来最强挑战，让我们大开眼界。你们这玩意咋的？获得成人组第八场比赛。擂主的这组选手，他们就是二人转总动员成人组第八场，3月17号至20号，每晚17:50，敬请期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二人转总动员第6届电视二人转大赛成人组第八场比赛。今天呢，依然是有三组选手要向擂主宝座发起挑战。首先，我们要欢迎光临现场的各位大众评审。本栏目感谢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家协会的鼎力支持。而在现场大家所能听到的美妙伴奏音乐出自小蜜蜂乐队之手，辛苦了。最后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光临现场的四位重量级的评委老师，他们分别是德高望重的二人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韩子平老师，
欢迎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严思平老师，历任吉林省文联二人转艺术家协会秘书长13年时间的徐小军老师，在旁边的是新任吉林省文联二人转艺术家协会秘书长洪长江老师。我觉得我们本场比赛的这些选手们，此时此刻他们应该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要交给他们了，就要看他们的精彩表现了，对吧朋友们？来，我们的口号是什么？二人转总动员，精彩乐无边。耶、来，一起进入第一环节，先声夺人。先声夺人，此环节为选手小帽展示环节，评委点评不打分。
期已经是第六期了，继续努力吧，加油！应广大观众朋友的收看需求，《二人转总动员》扩版了，由原来的每天晚上30分钟增至50分钟。那在新的节目里，您将看到《名师高徒》《二人转大赛》《二人转海选比赛》《二人转巡回演唱会》等多个精彩内容，包您看的是过瘾呐！最后，请记住，节目新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50，每天晚上的5:50，《二人转总动员》，咱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二人转总动员特别板块，都来二人转。上抖音看视频，精彩正气响不停，欢迎大家收看由抖音 APP 冠名播出的全新板块《抖来二人转》。在家看抖音，解锁新技能，打开抖音 APP 搜索不出门指南，看直播轻松学做美食，学跳舞，学带娃，学高效工作坊，更有精彩的二人转视频等大家，赶紧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抖音 APP 吧。马天泼水这出戏呀，幽默风趣，诙谐好听，大伙肯定是不陌生，尤其是赵石匠娶妻这一段，那真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接下来啊，由咱们的小专星们为您倾情演绎小戏骨版马前泼水，那绝对是俏皮灵活，像模像样，一起看看吧。像不像，作比成样，大家觉得这俩孩子唱得怎么样呢？想要看更多精彩的二人转视频，赶快来抖音 APP 吧。疫情期间，老师变身网络主播，学生们通过网课开始了他们的学习之路。这语文、数学、英语都好说，体育课该怎么通过网络来学习呢？接下来咱们一起看一下体育生的网课是什么样的吧。体育生是如何上网课的？大家看抖音，解锁新技能，打开抖音 APP 搜索不出门指南，看直播轻松学做美食，学跳舞，学带娃，学高效工作法，不出门就能在抖音里学技能，更有精彩的二人转视频等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抖音 APP 吧。秋冬忙是一首曲调特别优美的小号，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的。一阵凉啊，感情
灯笼响，汽车排成行啊，您成完了那个电厂房，襄阳楼的那个大瓦房，啊哎呀人哟，与时俱进，生活奔小康，哎嘿哟哎嘿哟，与时俱进，生活奔小康，哎哎哎哎呀。好了，那看过了四组选手的初步展示之后，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第一组呢是来自咱们吉林梅河的葛冰和来自长春的王丽朵，掌声欢迎。第二组是来自咱们吉林一通的陈奎，掌声送给他。第三组是来自咱们吉林梨树的李广俊和彭丽，掌声欢迎。我们上期的擂主是来自德惠刘春超和徐浩哥，来我们听一听韩子平老师对于这几位选手刚才的发挥有着怎样的话说。韩老师好，谢谢你们的精彩表现。咱们这个老地主多少期了，不老擂主、啊、老擂主多少期了？五期，从第一期开始就一直给我们震撼，今天现在的表现又不错。实际你前边的那几个这几把手啊都不囊啊，今天呢、啊、我真替你担心。但是你这个秋收忙还可以，就是这个旋律如果再稍稍火爆一点就更漂亮了，这有点农家十二月那个原来那个曲调啊。但是你们俩演绎的得说现在还没啥挑，不过我先告诉你们，加点小心，今天挺厉害啊。挨着你那一对是生力军，原来是咱们少儿组的，你看那长得也漂亮，小嗓也好甜润，也开了，而且啊今天演唱的也不错，很多眼球令我们难忘。二号选手非常有意思，你那是谁给你编的？他说他自己编的。非常有才气，编得十分的打体到位，而且自己的表现也很幽默洒脱，只是你的力量单薄。这个第一副架啊，小女孩也非常招人稀罕。那个小男孩你有一个毛病，你那个最后那个落叶还放到啊上，别老 A 最后那个 A 放在啊上，他那个折听着就敞亮，是吧？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了，啊，这就叫风声雷起，电光水火石啊！希望你们有精彩的厮杀，谢谢。来吧，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他们的拿手好戏。拿手好戏，此环节为选手的正戏比拼环节，评委打分，分数最低的一组将被淘汰。其余选手进入下一环节进行才艺的比拼。三姐，李太后叫声中华跟娘走，中华齐邦把头要哎，干娘，二是春夜的穷寒呐，吃惯了的小米稀粥，还有咸菜条，进皇宫享清福，儿我可受不了。怕吃怕净吃好的，肚子鼓大包。干娘你从见天日比啥都好，儿情愿留在这儿破瓦寒窑。儿啊，儿知道您老的
眼神不太好，走道时千万叫人搀扶着，盆儿求美好东西送给那干娘你，只有这要饭要来的白拉葫芦瓢，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半碗，干娘你吃不吃了你老可别饿着啊，咱干娘啊，哎呀，范松华跪地磕头眼泪哗哗掉，哎走那残酷干娘你还要啊，坐轿上大道啊，老包骑马紧跟着啊，操了光光担太好，下回再唱大道好啊，哎哎呀，德兵啊，必须得问你一下啊，这怎么又来了？哎，你这回不找搭档了？不找了，找着搭档了是吧？不找了。那你告诉我，你今天来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来的？海哥，不瞒你说，嗯，我有一个目标。说，我今天就是奔《二人转总动员》擂主来的。哇！哦呦，想当擂主啊？必须的。你有没有这个实力啊？你这当擂主啊？没事，海哥啊，比赛就是学习嘛。啊，这次不行，下次我还来。今天不行，明天我还来。那明迟早的那种是我的。好，算你狠啊！但我觉得这所谓有志者事竟成嘛。接下来这样，我得和这个丽朵聊聊啊。海哥，哎，还换过来了哈。我听说一个事儿啊，就是你能够来参加比赛，嗯，你能够今天能够在这儿展示啊，演唱二人转，特别感谢你老公。对呀，我特别感谢我老公。为什么呀？因为是我老公帮我报名的二人转总动员，我陪我走到了今天，而且前段时间说让我参加大赛没有搭档、啊、我老公跟着上火打了6瓶点滴、啊、哎呦，我就是看你没有搭档不能来参加比赛，或者说怕成绩不好、嗯、对，他特别爱好，还陪着我做服装、啊、陪我练戏、嗯、而且今天为了参加我的比赛他还特地请假来的，就是班都不上了。对、哦、那确实太支持他了哈、啊、今天在哪儿呢？我老公在那下边，来拿着话筒说两句来。媳妇儿，我支持你，只要你喜欢我就支持你，快乐我就高兴。哇，哎呀，我这老公是太好了哈、啊、老公请坐啊，不是那个他老公你请坐。哎，我除了你老公之外，你家里其他人支不支持你？
特别的支持，我特别感谢我的三个姐姐，我们姐四个，我是最小的啊。我大姐为了听说我的比赛，特地从佳木斯赶回来啊。我二姐特地从榆树赶过来，我三姐可是从北京赶回来的。哇，这三个姐姐太够意思了。对，他们今天来没来？来了。都来了吗？对呀。不过我大姐得给我看我儿子，因为我儿子今年只有8个月。哎呦，孩子8个月就来参加比赛了，而且这个老公啊姐姐们这么支持，来，我们先把他姐姐请上来，来掌声欢迎。两位姐姐这边请。今天觉得妹妹表现得怎么样？还行。哎，你俩谁是大姐谁是？我是二姐。我是三姐。大姐在家帮她看照顾孩子呢。对，觉得表现得还行。嗯，这样既然两位姐姐也都来了，也算一家人团聚了啊。对，你们能不能一起给我们演个节目啊，好不好朋友们？行不行？来个小帽吧，来个小伴娘。可以可以。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家家团圆会呀，烧给老伴娘啊，也不论那男和女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啊，都把那新衣服穿呐，哎呀呀呀呀，都把新衣服穿呐，哎呀。啊，这就完了。我们还等着听下一段呢。好，不管怎么说，谢谢两位姐姐的到来，谢谢送走了你的两位姐姐。那接下来我们得听听这个评委老师对于你们刚才表现的怎么样啊。洪老师，两位选手刚刚开始搭，一看非常生疏，提点小小的建议，就是男选手该跪的时候崩就跪了，眼泪哗哗掉啊，就是跪到节骨眼上，跪到尺寸头上，在一个唱腔字眼子的问题，声音甩腔的那后边一定要归韵找准，否则的话就是偏离音乐，那就是不在调上，是吧？再说说女演员，那李太后那得有分量，别看她是在寒窑，她也是个宫廷出来的，那是国母啊，知道吗？现在还不够不到火候。以观你们下一环节取得好的成绩吧，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佟老师。来，我们一起看看下一组的表现如何。上抖音看视频，精彩正戏享不停。本节目由抖音 APP 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鸿翔种业联合特约播出。金龙源养地增效一起来。本栏目由龙源农业联合特约播出。在家看抖音，解锁新技能。在家无聊没事做怎么办？上抖音，轻松 get 在家就能解锁的新技能。打开抖音，搜索不出门指南，点开最上方宣传位，看直播，轻松学做美食，学跳舞，学带娃，学高效工作法。赶紧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抖音 APP， 和家人一起玩起来吧。明晚17:50将为您带来《二人转总动员》转迷自拍秀之云海选。曾记得我在家读书，您老你把我教导，节奏感很好啊，韵味还挺好。问我的家来呀，我的家到了啊，唱得非常非常的棒。张庭秀金榜得中头一名啊，既有神又有韵。第六届大赛成人组擂台赛第8场，我来了一股兵李三成，外三成里的外外不透风，小有恩爱难得舍，时时想念公子张郎啊。四位评委老师给这三组选手打分。明晚17:50，二人转总动员，敬请期待。